拿回去转转转不好用，转你还可以看到某某公司竞争。我嘞，各位老板，威压背后打个花艺，不好的奖品，鬼卖爽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思爷，今天呢很高兴又到了这个我们年度哈，每个家家户户不是家户，每个公司开始吃威压，要准备要什么嘞？威压抽奖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其实吃威压呢很愉快，但是大家比较期盼的还是那个年终那个抽奖，看能够抽到什么。哎、欸，有很多什么抽到什么上市公司股票，哎，还有什么汽车，哎，几百万呢。今天我们来看看尾牙礼品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们不讲，我们讲什么最该死尾牙礼品上榜的有哪些？乐透一张或刮刮乐一张，你给我一百张好吧？一张我才扣，但是老板一定会跟你讲，哎、欸，搞不好你中上亿啊，搞不好你中几千万呐、啊，哎、欸啊，你有中过吗？很难啦、啊，百货公司礼券200元，百货公司礼券200元，我跟你讲，他会一定会注解 plus 什么，那个美食区进赠，所以你200块能干嘛？就是不能干嘛。他、啊、去到那边你一定会花超过，为什么？你随便哎、欸，我去百货公司买一件 T 恤好不好？1800。啊！我还要掏1600，为了这个200，我山高水跑到这边，哎、欸，我停车费都不止100枚随身碟，100G还100枚，100枚随身碟要干嘛啦？你要干嘛啦？不是你怎么买到的？是库存10年前的日志啊！你100枚随身碟要干嘛？你不要送了，哎、欸，丢丢！我想抽到真的比没抽到更气，为什么？你有些东西然后抽到我用不到怎么办？我上网卖掉啊，对，100枚你要卖。你要卖谁？网友会在下面纷纷跟你那边笑。博物馆拿出来的、哦，你是从你爷爷那里拿来的，是不是啊？100枚是怎样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？触控圆，触控圆珠笔，你怎么敢送啦？你怎么敢啦、啊？你大家知道触控圆珠笔是什么吗？一支圆珠笔后面有个软软的垫子，有没有？你可以点手机，我怎么亲自跟你来哦？我可以这样，触控圆珠笔你怎么敢送啊？你送小台灯也好一点，触控圆珠笔是怎样？抽到就直接丢回去算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有什么，数位相框。好，它比触控圆珠笔好很多，但它也是一个、你抽中不知道干嘛的东西。数位相框是什么？就是你把那个相片存在那个随身碟里面，随身碟插下去之后，它就会自动播放。啊、我用手机自己看就好了、啊。它已经是一个过渡性的产品，你还送那个干嘛啦？你送数位相框干嘛？我这不懂哎、欸。12寸电脑萤幕，12寸，买得到吗？12寸，哦，等一下，工作人员有讲，是那个厚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凸面，不是液晶平板，那个是怎样？你嫌那个12寸液晶屏幕不好是吧？还有杂牌低效能平板电脑，杂牌。低效能平板电脑，杂牌低效能平板电脑，我为什么要讲三次？因为那个中奖人就是我，我那一年中了一个我看不懂是什么牌子的平板，但公司很客气，写了个高级平板电脑，你知道高级的平板电脑，那我很高兴，拿那个抽中了，拿回家一看，要什么牌子看不懂，打开来开机很久哦，就算了，他那个。他能上网，他真的能上网，接上我家 WiFi， 他能上网。可是那个弧道哈，你怀疑你是不是老花还是近视而已，就是他解析度很烂。然后我就怎么办呢？算了，这不能用，就给小孩玩嘛。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女儿4岁，她不要哎、欸，她看了一下，她不要，好烂的毛巾肥皂礼盒。毛巾肥皂礼盒那个不是我们去一级跟之后人家给我们，就是你怎么会送毛巾肥皂礼盒？食物保鲜盒它很好用，讲真的啦，抽中好用，但是问题是你抽到你很气，为什么？这个四爷的同事有抽到过，一整箱，你知道一整箱好用，从这么大的哦，很小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，女孩子抽中她扛都扛不起来，她根本扛不起来。那四爷想说啊，女生力气小，我来帮你弄。我靠，我腰差点闪到，你知道吗？那超重哎、欸，行动电源，低效能。我手机剩10%啊，没关系，我尾牙抽到行动电源，什么行动电源拿出来也比手机大那个哇，啊，那应该充电很快，插下去放在那边，跟大家这个把酒言欢聊天的，聊到最后，哎、欸，7%，不是，我刚刚充的时候不是10%吗？充反而被把电吸走是怎样？然后你就在那边放哦，按钮再按一下，过了很久，聊完了，大家都要回家了。7%，现在是怎样？
这个宇宙电源的功能是什么？它 keep 住 ，keep 住你7%，我不要再让你掉，好不好？你10%以上，我帮你减到7%，但7%以后不准再往下掉，这是它行动电源的功能，这很烂。很厚，然后那个你在用，你真的很怕爆炸，就是啪，哇靠，那很危险。还有什么保温杯？保温杯真的大家都在送，刚开始送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棒，但是到最后的保温杯很怪，就是它会做那种小塞子，我不知道那是给女生用的还是怎样，就细细小塞子，那装半杯水而已。那我要这个我保什么？这个是要怎样？这个然后还转半天，你知道吗？转转，然后转紧，重点是转紧哦，转紧哦，你把它放不流哎，那你转干嘛？那请问一下，这个能保什么？哎，那水都流出来，我放车他妈流一地，我靠！那这个保温杯要干嘛？拿回去转转转不好用之外，你还可以看到某某公司竞争，我嘞。所以最该死维他礼品，我们今天讲出来了，各位老板看到的话，不要再买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拜拜。